咁咧，我首先用啲代名詞先，因為咧驚 YouTube 嗰啲太敏感啊，啊咁所以我都係用翻送終嚟代表嗰個意思啊。咁因為咧我見大家其實好多人都好接受呢啲嘢，咁所以我就見又冇人講咧，咁又唯有我直頭咧寫埋一個簡單嘅計劃。如果真系唔知道讲咩咧，就睇翻呢条片先吓，咁我摆翻啲 link 喺度。嗱，成个重心就系要 progressive， 即系要一步一步嚟啊！你唔可以话一下子咁嚟。咁首先第一步咧，就系先推动呢个咧身患咗绝症，同埋咧系要有数名嘅医生咧去签字咧，先可以用。咁样咧吓，应该系会容易 sell 好多。是容易过很多，这样的话呢也是任何国籍都适用，就可以做埋海外的市场，大力去海外宣传这些东西，可以用香港的送终服务。在香港呢找到钱呢眼界就开了，所以呢就要最重要最关键就是用传媒宣传机器反洗脑，不停去宣扬呢这个送终咧系个人嘅自由体现，吓，亦都同时咧系要系不停严厉苛责嗰啲玩笨猪跳啊，或者烧啲咩烧叉烧啊嗰啲人咧，系非常之扰民，麻烦到人。更关键嘅，我系要讲啊，其实曾几何时咧，啲精英咧系好头痛，因为佢哋嗰啲奴隶咧。经常就不堪生活的压力压迫啦，就集体这样自己搞定自己，这样呢就令到他们的 workforce 呢受损的不停。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他们想到的方法呢，就是要从 BB 仔开始对他们的 slave race 那里植入这个思想，就是说你自己搞定自己是如何的罪恶，还有你之后呢说你就大祸了。大家很平常心去看这件事，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人反送中那些人、他究竟是了解多少，还有他出去的时候是真的被内心的正义、良知、各样东西去自发性去驱动，定还是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羊群心理，即是说如果不是那些黄梅24小时不停去催谷，不停跟你讲怎样怎样，现在是危在旦夕，要大家去出去保卫香港，同时那班蓝丝的传媒，那个蓝营的传媒，你不要以为他阻止你，他做的作用是推勾你，是怎么说，激你激将法，特登做些很吓人憎的事出来去做激将法，即是一边就推一边就拉，是两边阵营同时夹手夹脚才可以推到那百几万人出去。如果他们是隻字不提的、就这样是随便轻带过的，你就一两万人出去咯。大部分的香港人本身都是甘于安于这个是吧上班放工的啦，哪里会有人搞这些的，如果不是泛民黄梅加上蓝色那边是用激将法一起去推动，根本就搞不成，你要自发性你要搞这些事根本是很难的。即是我很希望大家看清楚，传媒就真正是一个控制到人的思想的工具，你哪个掌握了传媒就可以掌握人心。跟着记住是 progressive， 即是一步步来慢慢再降低它使用的条件和费用，尽量就越来越普及化，还有增加相关的配套服务。你知道在香港也好怎样都好，其实那个善后本身都 是一笔大钱来的、其实如果你可以慢慢变成一条龙服务，总之、你选择这样去用这个送终服务呢，就总之你就不用烦了，而且、价钱越做越便宜，总之就是可以令到你呢、走得轻松和安心，即甚至乎有些有钱的豪华服务可以是请亲友去香港去做埋嗰啲纪念会啊，系嘛，即系喺度整到好靓啊，好似人哋结婚咁样，但系就系调翻转咯吓，喺度哇，喺度讲啲好感人嘅说话，系嘛，喺度请啲司仪啊，搞到即系好体面嘅，又或者可以咧
好簡約嚇，盡量冇人知，唔驚動任何人，不帶走一片雲彩嚇，嗰種又得，即係就封劍遊人。競爭方面啦，嗱，歐美啊、中東啊好多地方咧，大部分太多宗教啦嚇，咁樣變咗咧，佢哋要跟咧都係跟唔到或者跟唔足嘅嚇。咁香港咧，既然可以先起跑之餘咧，仲有佢最重要係本身醫療啊、各樣啊、交通啊設施咧。都夠曬國際化，夠曬先進，仲最重要咧，係有專業形象嚇。咁、因為就算你話咧，中國要做咧，佢本身唔夠國際化嘛。如果譬如佢要請啲親友去睇，即係見證會嗰啲咧，咁亦都係當然以香港為首選嚇。如果醫療即係本身，如果佢係話因為醫療問題嘅，咁當然亦都會相信香港多啲啦嚇。咁所以咧，呢個係得天獨厚嘅。香港本身呢個國際化都市咧。就是有这个条件做到国际的生意、啊、即是被人揀呢他比贵少少都会去香港就不会去譬如说去中国这样的。啊、同埋呢就是香港人的特质就是呢你要做到平靓快呢是可以的是相对来讲比其他所有地方都会有优势、啊。政府呢亦都如果肯是吧多啲比 incentives 呢商家去做呢、啊、那是一定是竞争力呢我相信是世界之冠。嗱咁努力爭取咧，十年之後咧就人人得送終嚇，咁、啊、咧香港就成為國際第一送終中心，就以呢個自由瓜代替自由行嚇、啊，包你咧外匯滾滾來。咁 slogan 方面都諗咗幾句噶啦，例如讓我輕輕的走，唔使你煩撚到嘔。我的離開也是愛。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我们做这个情人节优惠、一人价钱二人同行买一送一生死相随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有兴趣呢就可以找 Mark 仔订位、啊、希望大家今个礼拜日过来试一下啦好吗嗱，佢哋嗰啲成日喺度讲啊，香港要做咩创科中心啊，咩生产中心咩都好啦，不切实际吓，唔好发梦啦，唔好嘥时间。其实咧，香港以后要揾外汇咧，呢条反而一条好路，因为本身咧嗱，你嗰啲咁嘅配套系嘛，嗰啲交通本身作为一个旅游啊，或者系啲酒店服务各样嘢包埋咧。啊、都已经是驾轻就熟，即系 service sector 咧，香港当然就系绝对冇问题啦。啊，咁加上言语啦、英文啦、国际化啦、各样啦，系嘛，相对优势系好多嘅。咁同埋咧，就算衰啲讲句，有前车可鉴，系嘛，而家嗰啲荷兰都已经有噶啦。啊，咁变咗咧系有得抄嘅。啊，咁啊，即系只不过系喺嗰个服务业嗰度创新咧，呢样嘢香港人一定唔系问题。啊、即是这些做生意的手法上面的聪明呢是一定有加上呢最后就是说劳工的问题即是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呢善后那些东西没什么人喜欢做但是你有14亿的劳工去 backup 到时可以很廉价呢输入一些这样的这方面的外劳就专门做那些化妆、啊、那些即你知道讲什么的就是清洁那些真是即那些真是的厌恶性工作完全没人做那种咁我觉得呢以后呢我哋 VIC 其中一啲咁嘅投资项目呢可以都係向呢方面諗埋添。咁 anyway, 就坐言起行呢咁我就係整咗嗰啲咁嘅 petition 啦、就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呢就去签个名、支持下呢啲咁嘅送终计划。咁就喺我下面嗰啲 description 嗰度呢就有嗰条 link 喺度撳入去呢就係、可以去签名。先争取呢呢个送终嘅合法化先。In this draw, but I'm the thief who blew the lights out, powerless to turn the wheel. And this love will keep trying, even when it feels like lying. There's more to love than fear. And you, you're